妈妈一个美颜，爸爸笑得太腼腆，十个月后你出现，所谓的选择不由你去选，所谓剧本不能改变，执着化成一缕烟。这一次呢的这一个选手，上次是被选为 MVP， 欢迎李十一。Hello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这边请。老师好，厉害厉害，厉害厉害。哎呦，带了李甲鼻。你有在怕谁吗？秋君，我超害怕的。哦，秋君，对，他呢，也就是你，千万不要。应该也会很期待想跟他对一道，切磋一下。他也没有什么烂，也不过就入围台湾的金曲奖。欢迎王慧竹。哦，有。不想跟十一对等，然后看过他的一些表演之后，也觉得他的表演就是非常的自然。我害怕，但又期待跟他对上。老实说，在香港要找演出的机会不那么容易。那个时候我来台湾演出，为什么我要来台湾？到底在找什么呢？因为这一句话，我写一首歌。在寻找什么吗？我就慢慢发现，越来越喜欢这个土地，整个音乐的文化，我觉得也是很适合我。这是我的森林，这是我的在寻找什么。在寻找什么吗？在发现什么吗？却后悔什么吗？为什么跟想象一样吗？生活是依然吗？烦人的感情还在心底吗？还想相信吗？妈妈一个美颜，爸爸笑得太腼腆，十个月后你出现，所谓的选择不由你去选，所谓剧本不能改变，执着化成一缕烟。你注定只有你，爱你恨你也是你，敌人伙伴都是你。等一天大胆对着镜子你，你大概明白他自己一句，我愿意。又找到什么吗？又失去什么吗？不后悔什么吗？为什么跟以前一样吗？改变是必然吗？凡人的感情一笑而过吗？问题是问题，用一生去解答，追不完的梦想，决心后再出发。一生的难题给勇敢的你，好好爱自己。谢谢李十一带来的演出。在寻找什么？他风格一直都是这样吗？我很喜欢他的个性，我也喜欢，就感觉就是你有什么疑难杂症问他，他都会给你，他都会给你力量。我感觉他口哨吹得好好，那十一的 A 段，整个让我觉得我现在好像不在棚内，因为你刚刚唱第一句的时候，你是看着远方的。在寻找什么吗？在发现什么吗？却后悔什么吗？我觉得你心里好像有一片草原。拉拉老师，我真的很喜欢他。然后我就站在那个舞台上面在等的时候，我往后面看，然后发现布景真的是一个森林。原来我真的走到一个森林里面了。我就带着这样一个心情，剧场一开始。结果拉拉老师真的看到，我觉得哇，这个很厉害。
寻找什么吗？那几个妈太漂亮了，但是也是可惜在后面一样是很赶的问题，副歌的时候就有一点不稳定。对，你注定只有你，爱你和你也是你，敌人伙伴都是你。等一天大胆对着镜子你，你大概明白他自己一句我愿意。对，就影响了整个听觉，我就觉得有点可惜。对，十一，我知道你中间那个仓促，可是那个仓促也体现出你的魅力，然后把自己的自在发挥到极限，那个仓促就叫做自在。它是以氛围取胜，很自然，恰如其分。又找到什么吗？又失去什么吗？不后悔什么吗？为什么跟以前一样吗？改变是必然吗？凡人的感情一笑而过吗？问题是问题，用一生去解答，最不完的梦想，决心后再出发。